这真没眼色，不知道换新的吗？靠，人呢？算了，我自己去拿。那个时候也是晚上，好渴，水。活该！哼，谁让你各惹我？谁让你们都欺负我？切，烦死了！我又没错。再说，他不是没事吗？不过他肯定看到我的脸了，说是醒后失忆了。谁知道会不会想起来？我的那些人也失败了，都是一帮废物。谁在那里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唐君茂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接下来是我处理还是你来？我来吧。灵犀，你回去就好，爸爸和柳阿姨也快从聚会上回来了。而且你说的对，我不能一辈子都依赖别人。你不会再逃避了吧？不会了，谢谢你。那就交给你了。怎么觉得他的神情有些奇怪？原来害人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，身体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。一直以来我究竟在害怕什么呢？以后我不会再被你们欺负了。君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君茂。小月，当时你在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当时我已经睡着了。不过这两天家里正准备抛光楼梯，弟弟是不是下楼的时候正好踩到角落的清洁剂了？哎，君茂这样的好孩子怎么会遇到这种事？是啊，好孩子，他在你的眼里永远都是个好孩子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啊，病人从楼梯上滚落时脊髓受到了严重伤害，并且得到治疗时间较晚，我们已经在尽全力修复了。可是他下半身神经压迫时间过久，以后恐怕没办法再站起来了。我的君茂。奇了，又不是自己的亲儿子，会和唐成明难过得这么真情实意？怀曼，你别太伤心了。唐灵犀，君茂从楼上摔下来的时候在哪里？刘伯母，这是什么话？不，当然是在主楼里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怪我没有大老远的听到动静去侧楼救表弟，还是怀疑是我动的手？